助，哦，特朗德，特朗德辅助，哇，这完全是超乎我们开门的理解哦。这个特朗德一登板不再上路，刚刚讲的这个说的就是利用一个乌节之术来限制对方两个 carry 跟上，然后先处理茂凯，哇，还被吓点燃，好危险，最后被 Chunks 点燃，加最后一个普攻给带走。感觉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特朗德点什么球。对，罗布斯这边刚刚的奥数冲击被波波给跳掉，但选择开反制漩涡硬打，这波两个人是要打到底了吗？反制漩涡又被跳掉，而且匿名飞上来了，罗布斯这边有办法逃亡吗？现在还有闪现，三 M 的蹲点其实也被看到了，是一个二打二 ，Apex 开的鬼步上来闪现一丢，罗布斯交了一个闪现，还是被定到，又最后由波波的先捞海胆顺利的带走。下路这边二打二的碰撞结局是什么样呢？看起来史蒂这边没有占到优势，反而是第一把对方给碰掉，特朗德他的棒子发亮，但他。掉那波波也跟我们讲的一样，是选择一个比较具有攻击威力的出发。哇，又一个闪啊！这个跟第一场比赛是有一点类似的。Apex 感觉难逃了。哇，这 Apex 上面的蹲点，哇，喊进来也非常漂亮的一个肚皮。波波又收头了，留下他，而且波波这边的 TP 也非常的到位。Apex 这边补了一下，自己可以用大的伤害，还是顺利的带走。而且罗夫斯进场这边想要说韩吉，韩吉是闪现逃脱以后，这边有双 buff 的波波也要继续追击罗夫斯吗？靠，因为 Chunks 过来支援哦，但是 Chunks 离开了，波波这边还找到一个机会继续来平 A， 有办法打吗？一技能要踩了吧，应该是要直接踩掉。哇，波波碰撞，总结来说赚的很多，小龙。米奈上放弃了防守，而且这个特朗德，哇，而且还要选择硬抓下路，飞在脸上，哇，但直接回身被爆死了，哇，这边的确是小西门连这个送命的技能都学到了，第一次往左侧飞过来，想要用火箭轰炸收掉残体的 Chunks，很漂亮，但是并没有机会，史蒂奇也是被逼出了闪现，军魔直接往前，我们在 AS 上面已经可以很好的发现，哦，来看到，哇，在这边三加一，波波拿到400的战绩，这边能逃脱吗？看起来应该是没有机会了，被反制漩涡爆炸，又是由 Empty 拿下了这个 shot， 需要哦，这边已经飞到下路来了，硬飞这边 Apex 会不会直接被换掉呢？先拉开了距离，史蒂奇打不到，现在是两个打一个，史蒂奇想要点后方的 Apex 点不到，哇，是两个人顺利的夹击，这一波这个资源就是非常的Empty 的长枪也是立功，勾到了韩吉，韩吉这边能卖掉自己像上一场一样吗？把双人跟哇没死，小龙有办法助攻吗？最后是点燃烫死了，小龙助攻 ，Apex 闪现 ，Kenny 秒解，敌往前，灵光炸弹炸到人，这条小龙史迪奇的状态还两边都在演，而且这边想要先直接秒杀史迪奇，注视封门，史迪奇直接被迎头塞鱼以后被滚动球都给炸死，罗夫斯这边蹲了这么久冲下来，但是自己的 carry 已经倒下了 ，Apex 是把塔硬是点掉，但是被反噬漩涡给卷爆，后方的 Chunks 是。直接被波波给收到了人头 ，Candy 过来大拳打到了韩吉，韩吉来不及回头，但他原地淡定的喝了一口酒砸在罗姆斯身上，但是还是被罗姆斯的一个金币勾给勾爆了，这里被敌给封锁住了，哇，敌的位置太漂亮了，又是一个乌龟之柱把罗姆斯给卡住 ，Candy 这边位置也很危险，波波往前逼出了对方开启了炽天使之杖，军门这边还在追击，选择闪现硬咬造成了一个环柱，又再封门 ，Candy 这边被留下来了，军门这边的乌龟之柱连、哦，所以这个策略可能会要放弃，因为你看后方的眼位，哇，而且这边呛克斯似乎还。没有撤退哦，哇，这边的交战已经开始，哇，那是隔着墙，这边是靠着 Candy 的石化凝视，隔墙是击杀掉了 Apex， 前面 Chunks 进场绑住了敌，你这边的女武神特工能飞走吗？最后是一个以点塔倾向的装备哦，看到刚开始就出了一个，韩吉这边看到了 Chunks 跟 Emily 在自家的蓝区 ，Chunks 被留住了，吃鱼 ，Chunks 开启了他的巨人之路想逃，最后还是被韩吉给收掉，又是打到 Apex， 又是隔墙被打到了 Candy。目前只取到一个塔，还没有扳平，没有办法扳平这个局面。对，一座塔，一个龙回身是打到了军门。哇，但是这边 Apex 又中钩了，缴了闪现，被罗布斯跟着以后敲了两个 carry 以后，再被潜航终极给击飞。Apex 这边残血被挂了点燃，回身丢了一张红牌，敌的库奇也是直接飞到天空上面爆炸。波波这边虽然很飞，进场又被罗布斯给捆绑。先被无解之柱顶了一下，但马奇有要开吗？大绝炸罗布斯被炸进来了，看起来反制漩涡来得及踩出伤害，没有，罗布斯这边已经倒下了。军本顺利的拿到这颗人头，马奇这边的追击秀 ，Apex 是有命运的大绝，他会开起来。这边又直接打，又是一个无解之柱，又把枪克斯留下来，在鱼枪在实际上面逼出了一个闪现，后方的反制漩涡炸进来，军本这边被毒到以后，军本被毒牙给毒死，史蒂奇这边是把还满血，往前直接一点，波波要倒了，好险一张金牌留住，但是 Emily 这边也是粘上了 Apex， 离开起了他的格林激光枪在。光芒的扫射 ，Kenny 这边开启了，哇，两重的护盾把敌的女武神特工逼出来，这一波妈鸡。因为 Empty 这边奈德利回魔是非常非常快速，哇，罗夫斯这边又被卡掉了，来了，海奇这边被抓回来，哇，又被抓回来，又是一样的剧本，罗夫斯这边又倒了，但是石化凝视盯到了三个人，直接被打到鱼。前面海奇往前想要继续的留人，枪克斯这边弹得住伤害吗？又被一个无解之柱给卡住，波波这边跳飞出来，差了一张金牌 ，Kenny 秒解
滴滴正面一打，又是同样的剧本，这边会不会跟上一场一样的发挥呢？哦，没有，这一场其实马吉打的比较小心，没有要直接一波压到底。但是敌这边第五层兵又想要来追击，残忍敌这边没有啊，杜比在挡到，李光头他炸到以后，由波波拿下了这个人头，敌拿到人头，这个才飞进来，头一张金牌 ，Kitty 这边没有办法再接了，敌塔的伤害顺利的带走，敌拿到了，内塔已经被拔掉了 ，Emily 的魔量最后奶了自己一下，也把魔力给用尽，反倒是这边还要再打吗？第一个巨魔的贝克，火箭轰炸打出了一个时间差的 Ace， 这一场是要再进展。而且罗伯斯进来，但看到了敌，罗伯斯能不能防守呢？盖一个火锅，敌要倒了吗？这边是前中打击也打到了，打到了一个瞎档，波波显然很危急，五个极限距离的闪现榜，罗伯斯配合几乎是被破格的有一点低，史迪基走上来，最后是由谁中掉？由波波中掉以后，但罗伯斯绑到了波波，后方罕吉直接被秒了，但是回声茂凯也是被海之霸主给咬掉 ，Emily 在那边追击残血的 Apex， 想要逃脱，他会被直接被扑死，没走，哇！果然是抗巴龙 buff， 我这个大绝又是硬炸，想要手逃，那这样的话就发不出这个 combo 的效果，而且呛克斯找到一个机会闪攻 ，Alex 瞬间被秒了 ，Candy 也是闪现来硬打，波波这边想要硬收 ，Stitch 被拉开以后，罗布斯顺利的珠宝冲塔已经爆了 ，Stitch 滑上来直接硬打，所有马吉的队员被逼回了自己的温泉，迪也是把自己的随身带给开掉。